边都是二房，啊，你过五间，好，你五间，五间过六四，六四呢，接春秋，接春秋，啊，你听无？啊，福建人讲大厝九包五，啊，七包三，就就安尼算啊，有捌听过无？哦，哎呦，对，来，搁看下来，看这福建来，你看这福建有敢有同款无？拢无咧习惯啊。哦，就因为各种地方所在尔啊，哦，这有时代咧改变啊，目前这个地嘛就按上江的上江地啊，即按头前到后壁只，哦，这上江也哦直接定居的所在，哦，安尼了解无？啊，我叫问你一个问题，新客会所恁知无？啊？会所什么意思？会所？系啊。你唔知？我当西瓜咯。俺这个回山嘞。哎，这个啊，这个啊。哦，好啊。俺内面山是毋是拢四条拢微调的？微调多多这个，这个多东西有个微调的这个。嗯。所以啊，这地号，这个以这个地号来号这个回山安遮来，安尼知影无？那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台阳八景。最后面一山山脉最后面最漂亮的地方，那如果你们从高雄一进来国道十号大树交流道结束之后看到北边就看到这个很漂亮，你如果没听你都有三个我坐车渡姑娘，所以你如果看这座这个山脉很漂亮。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溪流的部分，山的蜜蜂筑巢那个样子，来这一颗，这一颗比较好好解释。我们把这一颗啊当中心点，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叫做七包一，把七个石头包一个叫七包一。那我们来找一个五个的哈，这个一二三四五，是不是叫五包一？那为什么要设计这样呢？其实早期没有水泥的时候，我们就近把河床上的泥土小石头全部把它怎么样，用人力的方式把它放到这个堤岸上面，然后再利用这个人力的方式呢去捡这个鹅卵石，老师傅呢就会用这样的互相帮助的一个动作呢把石头一个一个把它看住了，所以百年没有坏，1933年到1943年，大概十年的时间把这一段做好。那我们前半段再往前面那一段更漂亮，